你哋已经踢得好好啊，唔使讲 sorry 啊，唔使向我哋道歉，因为你已经尽咗力，尽咗力就无悔噶啦，对得住自己，亦都对得住我哋一众香港球迷。我知道你都好想赢翻个铜牌翻嚟，但有时有啲嘢，争啲就系争啲，成败得失咧，有时我知道好多人都好在意，系啊，咩平常心去面对啊，咩虽败犹荣啊，嗰啲废话嚟嘅，系人参加比赛，系人都想赢。都想赢第一，但系第一只有一个。今日系技不如人，今日系踢得唔够人哋好，但系我相信，我亦都相信香港队中一日唔止系亚运，系可以喺奥运，可以喺亚洲杯、世界杯，系真系可以好似日本、韩国咁样，成日都可以入到决赛，之后入到淘汰赛、八强、四强。我觉得其实香港嘅足球员好多都好有黑，好多都踢得好好。加油啊！你哋，我流马车永远支持你哋香港足球队。你真诚嘅表现，你真诚嘅态度。已经是我哋香港人最大嘅骄傲，多谢你，多谢你谢家荣，我永远会支持你哋香港足球队。